朝着明天，只针对着终点冲线，期望成功怎可以停在起跑线？人生要好好将每天躲现，然后眼界扩大多一点，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其实我们托儿所这个定位是上幼稚园之前的前一步啦，很多人都会觉得去幼稚园就够了，不需要那么早再送小朋友去过渡。其实我相信这个过渡是很有用的，譬如说小朋友会经历这个分离的焦虑症，他们第一次上幼稚园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认识小朋友，或者第一次跟妈妈分开，他们会更加之快去认识到自己和认识到身边的小朋友。所以我相信提早一年或者更加长的时间去送小朋友去群体的空间去学习，譬如说小朋友很主动喝水，我们会做一个小的比赛，谁喝水可以喝十啖，老师就会送他一个贴纸。第二，我们会去排队，会去上洗手间去洗手，排队其实都是一个流程他们学到的东西。第三就是回答问题之前他们都要这样举手，一定要举手才可以发表他们的言论，这个是一个规矩性的东西，他们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的课程第一，我们就是主打双语的模式去教小朋友，我们的普通话教学，跟着小朋友很多都是澳门来的小朋友，他们讲粤语讲广东话。第三，我们就会教小朋友很多英文的单词，或者简单介绍自己。小朋友是一个游戏的过程里面学习是很重要，即是不会强迫他去一定要背一个单词或者去讲一件事，我们是玩一个互动的游戏。譬如说我们会拿个锤仔，老师会准备一个英文的闪卡，我们两个动物 cat 和一个 dog， 那个小朋友一老师讲 cat， 小朋友就会拿个锤仔敲去一个 cat 那个卡片那里，这样玩游戏的形式他们就会学到很多。咁我哋呢度嘅雙語課程，好多家長都問：你哋有冇外國人喺度教小朋友？咁其實我哋係有嘅。佢係一個美國老師啦，咁佢亦都好擅長同小朋友去做一個課程。佢都係好主打呢個遊戲中學習。好多小朋友都係冇英文嘅基礎，咁樣呢個老師就會用好多唔同嘅遊戲啦，去吸引小朋友去第一次開口講英文。咁家長都比較中意呢個老師，亦都對佢嘅認可係幾大嘅，我覺得。Pepper. 最近在校级是不是好忙啊？其实都好忙啊，最近，但系我超级中意小朋友。那就好。那我们什么时候生一个？30岁之前一定要有小朋友。可以。咁你想第一胎是男仔定女仔好呢？你覺得呢？我覺得第一胎女仔會容易啲，因為佢會乖啲，係咪？我覺得女生都會好乖的。可以，我覺得男仔女仔都好，一定會好得意。我們差不多了。30歲之前啦。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居，我们刚刚搬入来没来。当时我们为什么买这里？当时买这里是因为第一价格很合适，然后这边又可以按我们自己的想法设计啊，然后什么风格都可以我们按自己的想法来。对，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复式的单位，然后下面就是70平，上面都是差不多，所以加上起身就是140平左右，实际大概就100多一点点吧。后面的风景是非常之靓的，就是在横琴隔篱啦，然后还可以见到澳门塔在后面。平时我们放工的话超级攰，跟住回到屋企就是摊在沙发
饮杯茶，跟住可以望到咁靓嘅景，就特别 relax 啦。最重要的是，这个景色真的是非常美，然后又可以看到澳门，又可以看到横琴，夜景真的是超级好看。老公，老公，今晚食乜嘢？这里啊，你想吃什么？简单一点还是吃大餐？简单一点。那我们就下单买点菜和肉吧，鸡翅好吗？可以可以。哎，买完了，太方便了。咁我哋就等佢送过嚟，然后我哋就可以煮饭食啦。OK。OK。你好。你的菜到了。谢谢。好的好。我哋啱啱新居入伙，叫做搬咗啲基本嘅生活用品同埋家私入去，但系好多软装都未搞掂。虽然是这样，在新屋煮餐家庭的饭，简简单单两三个餸，就算没有张饭台饭凳，我们都觉得特别温馨。Hello， 好耐冇见喎，你哋好耐冇见。送份礼物俾你哋先。多谢，咩嚟噶？我睇下先。咖啡机哦。我们就是差这一个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入伙，就是送给你们作为那个新居入屋的礼物。因为我平时都不喝惯咖啡，但你们应该会喜欢的。我们成日朝朝都要冲杯咖啡先上班。金屋现在入了伙没啊？入了的了，我们上个星期入住了，然后带我们的猫猫狗狗一起挺开心咯。哦，那几时可以煮餐饭来吃啊？我们快的了，什么时候煮一顿饭一起来吃？准备一下。你会给我们煮什么好吃的？看看吧，看看吧，部队火锅也可以，对，部队火锅还有韩国烤肉咯，对啊，这样最热闹了啊，叫多一点人在家里，嗯，可以。下面那个厅正好大一点，嗯，好适合开 party 啊，我哋。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适合。你个仔最近点咧？我个仔啊，哎，依家最近曳啦，又系啊，经常自己又跑嚟跑去，但系生活又唔会自理喎。哦，去厕所嘅问题。系啊，有上厕所嘅问题咯，咁点解决呢？ Timothy？小朋友到了两岁的话，他们一个团体的生活，就是一班男仔跟一起排队去厕所，好搞笑的。跟着他们会好像比赛又好，老师就会给个情景他们，就觉得一起要互相学习。懂去厕所那些呢，那不懂去厕所那些就 见到他们。是的，去模仿大的小朋友。哦，是的，是的，真的很好，非常吸引。咁翻去嗱嗱声同我老婆商量完之后，就去送去你哋嗰度，交俾你啦吓。可以啊，期待佢过嚟。佢而家两岁几，我觉得好适合去同多啲小朋友玩咯。好，我哋饮杯。Cheers！咁每次去行宠物街，我同我老公嘅心情都。當然是很輕鬆的，每次經過去看看貓貓狗狗有什麼新的小動物，跟著其實每次走完都是一個特別放鬆的狀態，因為你會看到很多貓貓狗狗一出世這麼小隻，他們都是等著人接回家，會有個充滿希望的感覺咯。珠海多次上榜全國最宜居城市，這兩年我深有體會，我和我几只宠物朋友在这里都过得特别开心。其实在香港想带宠物上来都很简单，只要拿着香港检疫机构发出的健康证、疯狗证等等的免疫证书，填了申报之后再隔离防疫30日就可以接回家了。经过九个月来的成长，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愿意介绍我们去给其他身边的人，就算他快要毕业，他都会介绍一个新的小朋友过来读书，因为他们会看到我们第一课程的专业性，本身自己是喜欢教学，那我经常都会一线去落到我们的课室教小朋友。第二的话，我们很多细节上的事做得比较好，家长都比较满意。我觉得横琴的话，未来的规划是很明朗的，那边就有个横琴的口岸。政府规划横琴将会是未来珠海城市的 CBD。 到2025年，横琴地区的生产总值将会达到1500到1800亿，人口规模超过20万。所以其实未来好像2到3年的时间，希
希望可以吸引到到時通關之後，香港的朋友或者在澳門的朋友都可以有這樣的需求，給到他們這樣的服務。所以下一步，我希望在橫琴開第二間分校。成為小朋友生命中第一個老師，是我認為最快樂、最幸福的事。我相信專業的知識、有愛的態度會影響到更多更多的小朋友，亦都會得到很多家長的信任。珠海這一座城市見證了我創業的開始，亦都會見證我生命的成長。扮嘢啊，裝扮，婚禮鏡，扭到脖子，牛刀呆，没责任心，哦，那躲猫猫。